这是第二集，太阳终于出来了，从这边出来，啾！那我们现在旋转中。看这边的石头地形都超特别的，像在月球一样。有人说形容这里是像月球的地，地球像的月球。你看这个 valley。整个 valley 都是一些很特别的。我们现在在不知道几百公尺高的上空。没有到几千，好不好？我上的是那。我们现在要下降去山谷了。靠，超酷的这里。这是石柱。这个是你们那个红线要去看的东西啊。是吗？对啊。漂亮哦，特殊地形。特殊地形，香菇岩。拍照了，录影录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的。影片版的热气球之旅，拜拜！送给大家这个超大香菇岩，拜拜，拜拜。